贤文第十五周，出家如初，成佛有余。积金千两，不如明解经书。养子不教如养驴，养女不教如养猪。像初出家时一样真心诚意，必有所成就。积攒黄金千两，也不如通晓四书五经。养儿子不教育，就像养了一头蠢驴一样。养女不教育的话，就像养了一头猪。有田不耕，仓廪虚；有书不读，子孙愚。仓廪虚兮岁月乏，子孙愚兮礼仪疏。同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人不通筋骨，马牛如金驹。翻译解释：有田不耕仓库，就会空虚；有书不读，子孙就会愚笨。仓库里空虚了，日子就会难；子孙愚笨了，怎么知晓礼仪呢？同你有修养的人一席话，胜过读了十年书，受益匪浅。人不知道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，就像牛马穿上人的衣服。